明天透是秋子，最有高照，我是威尔。是，那我们来到了7月3号的星期一的早上。首先呢，先看一则新闻吧。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其实跟塑料是息息相关的嘛？那全球在每一分钟之内，到底一分钟可以卖出多少个塑料瓶呢？其实如果说塑料是我们现在生活中无法或缺的东西的话，那一秒，你是说一秒钟吗？全球吗？一分钟，估计应该都上，我觉得上肯定是上千万百万了吧，对不对？嗯，对。那现在的确实是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个数据，这个一分钟呢可以卖出100万个塑胶瓶，那平均每一年销售的塑胶瓶呢就5000亿个。哇，这是很夸张的一个数目哦。对，但这个塑料瓶，我们平时如果不用塑料瓶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来替代吗？有些东西可能是不能的。你是如果用改成玻璃瓶的话，或者改成其他的陶瓷瓶啊，这些都好，它的成本会增加。现在为什么塑料瓶是它那么的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的制作成本比较低，而且它的整个生产过程也比较快，很容易就生产出来了。嗯，是。不过其实如果生活中呢，到底可不可以跟这个塑料瓶呢是扯不上关系的。就弃用塑料瓶，其实我前不久才看到一个纪录片，是说一个家庭一家四口，他平均4年的垃圾呢就只有一个玻璃罐，小小的玻璃罐还没装满的。那为什么呢？就是这家人都不用塑料瓶吗？其实他们真的不用塑料瓶，他们家里就有好多个罐的，就是那个玻璃罐子。那如果他要买东西呢，他就拿出去，他就是带出去。然后在外国呢，其实是有那种商店，那种杂货铺呢，是你要拿多少个萝卜你就自己拿那一种，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放在那个玻璃瓶，然后就是去付钱这样子。因为其实这个塑料瓶呢，对整个生活上的这个危害呢是挺大的。像是这些海洋生物，其实有好多的这些海洋生物，像是海龟啊、鲸鱼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吞了这个塑料瓶又或者是塑胶袋而死亡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减少用塑胶瓶或者塑料的制成品的话，我们必须一个前提是整个环境整个商业链它都是在支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要不然如果今天单纯是我自己一个人或就几个人做的话，我还是觉得它还是有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在生活上。你想想一下，今天我每一次出去我都要带这些玻璃瓶啊，带自己的环保袋等等。当然如果纯粹装一些那种已经包装好的东西那就方便，但是如果不是包装好的而是个别的这样子去买，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供应商，就是在超级市场啊等等，他们都已经有个别这样子没有用塑料包装的，原本这样放住你自己拿的呢，这个好像感觉上不多，大部分都还是已经包装好让你一袋一袋或者一盒一盒那么去拿的，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做法，那跟我自己带这个塑料玻璃瓶去装的话，我觉得它没有起到太大效果。我一样是买了包装好的这个产品嘛，对吧？所以我说它必须是整个生产线商业链从头到脚上流到下流这整个流程呢，它都必须要把这个塑胶原料的任何一个制品把它抛弃，那才有可能。是的，因为确实我看到那一家四口呢，每次出门就要带好多玻璃瓶，我就觉得好麻烦。对，又很重。对，他就有了很大的一个不方便。但是我这样子来说吧，哈，不方便不代表说你不应该做，因为毕竟要环保，要保护地球，人人有责嘛，你自己要先做好自己那一份。只是我在想，商家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尽量给予配合？除了说我不提供这个塑胶袋，你要的话我要收这个2毛钱这样子，但这种做法其实他也没有就很大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是没有啦。只是说现在它起码还是一个有协助的。毕竟我们生活上现在我们有时候确实会少拿塑料袋了，而且还会去自己带环保袋。但是除了这个塑料袋之外，是不是包装的那些也要考虑一下减少呢？是啊，不过确实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稍微的有点小一点，在对抗塑料袋的这一个问题上。
在想到底 NASA 呢能不能就是帮助我们也去解救地球呢？确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个 NASA 呢就宣布了，就是有一项防止小行星撞地球的计划。这个概念呢是透过探讨阶段已经进入了这个初步设计的阶段，已经研发完成了一种航天器，将去撞击一对小行星。嗯。所以这个是不是从电影里面拿到的这个 idea？ 因为电影看多了，对，我们之前看很多那个小行星啊，或那个卫星啊撞地球啊，嗯，这个情况，然后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有些是用太空船去撞它，让它爆炸，嗯，啊，都有这样子一个概念。现在他们是说用什么呢？用的是航天器吧，对不 对？航天器就是属于一种像太空船类型的一些东西。嗯嗯，它用来去撞击这个行星。对啊，而且这一个呢，航天器的名字叫做双子星。那有双子星 A， 还有双子星 B。然后双子星 A 的直径呢是有780公尺的，那双子星 B 的这个直径呢是160公尺，然后是环绕着这一个双子星 A 飞行的。嗯，其实 NASA 呢。这个2003年以来都是有一直在密切的观测这一对小行星，推测他们将会在2022年到2024年呢两次远距离的飞过地球。嗯，所以为了避免呢这个撞到地球造成地球呢是有点破裂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研发出了这个航天器这样子。其实我觉得 NASA 呢还是挺伟大的，每天都在为保护地球做这个使命。那就真的希望它可以保护到这个地球吧，而不是毁了。你要做一个这个什么啊飞行器啊航天器啊，它成本是很高的。嗯，所以如果你纯粹设计来是为了撞这个小行星的话，我们每一天都有小行星在飞过地球，甚至飞落地球，是大还是小的区别而已啊，这个运势啊。所以当这些如果是撞上地球的话，你如果是小颗那没问题，如果是大颗的话，它冲击力是非常大，甚至可以造成一个整个地区的毁灭。它是核弹的威力的好几倍，你要看它的那个重量和体质啦，啊，所以在过往甚至有一种说法是恐龙的灭种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小行星撞地球，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破坏力，使到很多生物在当时就灭绝了。嗯，是啊，那确实如果现在一个小行星这样转过来的话，我相信就是世界末日那一天了吧。嗯，不过呢中美洲呢似乎好像是度过了一个世界末日的一天，主要呢就是因为在星期六的那一天呢，中美洲一些地区就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停电，像是有巴拿马啊、哥斯达黎加啊、尼加拉瓜，还有这个沙尔瓦这些等等这些国家呢，都陷入了一片漆黑，总共是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是受到了影响的。嗯，像是这个停电呢，就是单单在这个哥斯达黎呢，就有500万人受到了影响。当地在这个全国停电了约5个小时以后呢，这一个当地的政府啊，才终于就是设法恢复大部分的电力。嗯，但是他们没提到这个停电的原因是什么，它影响的范围是那么大的。嗯，单单像你说的在 Costa Rica 这个地方呢，就500万人受到影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刚刚说的那么多的地方，既然有那么大的一次大停电，它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大停电呢？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原因它有提到一个点了，就把这个停电原因归咎于这个巴拿马一条传输电缆段落，所以进而就负面影响当地很多这些地方的供电了。那当然如果说到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输电缆就断落，就引起整个那么多的地区大停电？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它的这个传输电的这个电缆啊，它是主要的电缆，但是如果那主要电缆被割断的话，那其他地方就受到影响。那是不是有其他解决方案？是不是能够如果发生这样子其中一条主要电缆受到影响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后备的这个是可以同一个时间运作，足够让他们时间去解决那个主要电缆的问题？是啊，不是都有会有这个备用电吗？嗯，如果只是好像一个小型的这个
停电的话，基本上就可能你不用用到这个储备电。嗯、但是如果有这么多的国家受到这么多的地区啊受到影响，确实是让人觉得还蛮困惑的。就是一条电缆，如果那条电缆真的有，就是一天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嗯、然后是要停电一个，这个只是5个小时嘛。嗯、如果是要停电个3天的话，那你这些地区不是没办法运作了？是啊，首先是经济损失是很大的，对。那第二，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恐慌，甚至是整个混乱。那你要怎么去维持这个秩序？所以我们常常只是想到说，这个恐怖袭击啊，或者是什么大水灾来临这些等等啊。但是有没有想过，停电可能也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恐慌和混乱？就这个原因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平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当作是小事。但是如果真的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认真去看待。你想想一下，这个停电，你虽然说有后备电力运作，但是还是有人说他们是处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就是一片漆黑的。就是说，换句话说，那个后备电力呢，可能不足够供应给这个城市那么久，或者是甚至也不足够提供给那么多的一个地方。嗯嗯，所以这个是必须真正去考量的，就是停电它可能也会是一种灾难。是、嗯、这个才是真正最大的灾难。每次遇到停电我都超级怕、嗯、但是这个小地区想一下，这个大地区这个交通秩序就乱了、嗯、然后医院也乱了，是这些很重要的地方都乱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嗯、不过呢还有一个蛮危险的，就是气温的这个问题、嗯、像是欧洲呢东南部的国家呢这个保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呢就受到了这个热浪的袭击，预料气温会升到摄氏44度，现在目前已经5个人死亡了。是这个热浪呢是袭击的整个欧洲了，不单只是这个 Bulgaria， 甚至其他地区都有这个问题哦。所以我相信在一些地区呢，他们甚至已经发出了红色极热警告、嗯、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容易会中暑，如果你在外面然后喝的水不够，不当自己时常把这个体温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这个温度之下呢，那你可能很快就会有问题，是身体会出现这个中暑的一个症状，它可能会造成死亡的，所以这个要严正看待这个事件哦。对，那当然我们也转个焦点，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英国的这个留欧还有脱欧的问题吧。这个根据最新民调的显示呢，英国人他后悔了，如果明天进行这个脱欧公投的话呢，支持留欧的比例呢相对于会比较高于这个脱欧的这个比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之前说哇支持脱欧，后来选了过后嘛，对不对，就说后悔了、嗯、然后现在又在说哦，现在又在后悔了，有更多人后悔。那究竟是你想脱欧还是想留欧？想清楚过后再投吧。你投了过后，你怎么把这个投票当儿戏吗？把这样的选举当一个儿戏吗？就是说啊，我喜欢我就投，投过哦，不喜欢我又再换回来。嗯，虽然说投票是一种民主，选择是一个民主的选择，但是民主的选择不是哪来那么滥用的，因为你耗的人力财力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不是说现在马上我要进行这个选举，好了，我们来再一次公投，看有多少人。你才公投没多久，一年时间都还没有过完吧，应该这么说。整整一年了吗？是吗？一年多。所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你一年就搞一次公投，一年搞一次公投，你可以拿投过。你现在说哦，我反即使我再给你投一次，你说哦反对脱欧，好了，然后突然间又觉得说，哎呀，反对脱欧这样子又不很好，我觉得脱欧比较好，又来多一次公投。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女人的心态啊？对，很善变，想清楚先吧。我觉得。我就说虽然说这是一个民主，但是我们不能滥用这个民主，它会消耗很大的一个资源的。